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间是带双人房的房间，双人房。它是两张单人床的部分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进来喽。好，我们先看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浴室。那浴室的话，我们现在是干湿分离的。是。对，那这边的话是淋浴空间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的沐浴备品都是采用我们加拿大光华自由品牌的沐浴备品。哇，就两瓶很大瓶哦，这是江南风华的自己的品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它的备品那这部边的分。话是都有浴缸，哦，都有浴缸，全馆都有浴缸。没错。那这边的话，它的旁边的这边可以直接看得到我们的客房部分，所以是。说小孩子如果在洗澡部分，也是大人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话，哦，蛮安全的。是。那如果说我们都是大人的话，它上面也有个浴帘是可以做降下哦，来的，所以是隐秘性也是还蛮 OK 对，哦，的。好贴心哦，所以小朋友在这边浴缸玩水，大人都看得到。对对对，那这对，边的话，像备品的部分也是都会有准备。哇，这是浴帽，OK，这是牙刷，啊，不，这是刮胡刀，这是梳子，好，OK，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房间。那这边是那这边我的们的话，开放式的衣柜，对，开放式衣柜，那下面的话有保险箱，啊，还有一那个部活动分的话是，吹风机，对，手持式吹风机，是，对，好，然那后这这个的话关起来之后，边它可就以关是可起以来，关起来的，关起来就比较阴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边哦，哇，一个超长超大的行李架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的床。这间是两中两床的中房床的房间，间，那它床宽的话是120公分宽乘198公分长。哇，好大！好，那我们地板都是，我们是木质木地基板。的木质地板吗？对，我们6楼以下的话都是木质地木板。质地板，对。6楼以下，好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迎宾的小饼干，那我们现在小饼干的话是采用福艺轩的小饼干。哇，福艺轩的很有名的福艺轩呢，哎呦，这个是拿铁啊，拿铁跟鲜乳，鲜乳对，，OK，然还有后还有茶咖啡包，跟茶的部分。是，还要付2瓶饮料，啊，对，两那瓶冰矿箱泉的部水，分也有我们的迎宾饮料。哇，是4人房就4瓶，然后双人房就2瓶，OK，这边还有一个小书桌，哦，这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写功写功课。课。那我们房间的话，它坪数大约是10平左右。哇，4平，双人房蛮大的。对呀，你看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透浴视感室，很好。对，对。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玩水，然后就说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在玩水，对，对。会比较安全一这边刚好就是我们是面大马路那一边，就点。对，是。四维路。它有两种，就是要两种面向，一种是面前面的大马路，一种是面后面的住宅区。对，没错。好。好，这就这是是双我人们房的的双两人小房，床的房型，它是是。不能并床的哦。如果要并的部分，就是要选择另外的双人房的一大床的。好，好，谢谢谢介绍。谢。